操练，还是带刚入伍的纪录片呢？果然厉害呀！当年侦察兵大队的传说，鳄鱼和影子，他们的腿要是不受伤，我们根本不值得一提。刘爷，不对呀、啊，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了？知道咱俩猫在这儿，故意往这儿打的。听我的，没错，老老实实待着，不会有事儿的。哎，你不是说待在这儿没事儿吗？你说什么？说待在这儿没事儿吗？我听不见。你不是说待在这儿没事儿吗？他们疯了吧？打完子弹还不够，还打起炮弹来了。啊！不行了，咱们这脑袋可不是炮弹的个儿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咱们投降吧。就这么投降了，我们不是前功尽弃了吗？不行，好不容易逃出来的，好骂也不吃回头草啊！再不投降，命就没了。不行，入伍没几天，我宁可被名正言顺的开除，也不愿意做一个投降的兵啊！你猫在这儿，让自己人的炮弹炸死就光荣了。停！山下有人。龙队，吴教官，我们可算是找着组织了。这是哪儿的兵啊？报告首长。报告旅长。兽营的新兵。兽营的兵跑这干什么来了？报告旅长，一个小时前刚刚清过场的，你们是怎么溜进来的？我们看见那儿没人，我们就……队长，对不起，我们跟首长们说实话吧。各位首长，都是我不对，我隐瞒了大伙儿。其实吧，其实什么？其实他有病。病？有什么病？梦游。梦游？对。严重的梦游，从我跟他一宿舍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发现了。哎，八班长，你想想，以前你有没有见过鲁岩自己大半夜的在操场跑圈？啊，好像是有这事儿。那就是他在梦游啊！我开始也以为他在给自己加练，可第二天一问，人家说根本没那么回事儿。后来我就发现，这小子经常后半夜迷迷糊糊的出去乱转悠，不是瞎溜达，就是跑圈。有一天晚上，他把我们全班人的鞋都扔到房顶上去了。第二天集合，我们差点集体迟到。昨天晚上我又发现他起来了，我怕他一个人出去乱转伤了自己，我又不敢叫醒他。听说梦游的人，你一叫醒了他就疯了。我就只能跟着他，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，他出了院子我也出了院子，他爬上装备车我也爬上装备车，结果就阴差阳错的到这儿来了，直到刚才你们打枪开炮，这家伙才算是睡醒啊。那个吴教官，这真的是我不好，本来我早就想跟您说他梦游的事儿，可是我怕您知道他这毛病就得让他走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敢说。龙队，您大老远的把我们招进来的，我们练的都挺辛苦的，总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就毁了我们的前程吧。龙队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原谅我们这回，我保证以后我看好他，不让他半夜再瞎跑了。嗯，是这样吗？
旅长，包旅长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。什么叫应该是这样？你们俩是干什么吃的？新兵的身体情况一点都不了解，今天多危险呢！出了事怎么办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今天出了事儿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俩！是旅长，出了事收拾我们。另外，我们回去挨个摸底，看看还有没有梦游的了。小姐，到。你不是学过医吗？学过。回头给这个兵好好看看，免得晚上瞎溜达。是。杨小鱼，我回去再说。姑娘，忘记什么东西了吗？你俩住这儿？对啊。一直住这儿？不住这儿，你给我们俩找个地方啊。住这儿就好了。今天我第一次用这种狙击枪，不熟悉。等我熟了之后，还会回来找你们比的。比枪就算了，比酒还可以。我是认真的，到时候绝不用你们再让我一还。姑娘，麻烦你帮我个忙，那儿有一盒火柴，帮我拿出一根来。干什么？你帮我把火柴的大头朝上，插到外边的那个栏杆上。老邓又卖火柴。中了算你本事。何况你没打中。姑娘，环数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滚下来！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？你放屁！梦游个鬼呀你！拿来，拿出来！你能蒙得了旅长，你还想蒙我呀？憋，继续再憋，我看你能憋出什么花花样！我告诉你，蒋小鱼，就你这张嘴，抹上香油都带着屎味儿。长本事了你们，还跑到靶场去？要不是打火箭弹，还不出来是吧？这火箭弹就应该砸到你们俩头上。小鱼去，啊，还有你，你为什么老拦着我，跟旅长汇报实际情况啊？我没拦着你，没拦着我，我一说话你拽我，你拽我干什么？嘿嘿，那是让你冷静冷静。龙百川，我送你一句话，你这上梁不正，这下梁歪。对，我也歪。我问你们俩，你们俩老实告诉我，为什么要走啊？太苦了，想回家。那你呢？下个星期，我以前的女朋友结婚，我想参加她的婚礼。都很合理。但是，在寿营，这个理由不成立。今后发落吧。这回还不知道怎么发落咱们呢。哼，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哎，你去小卖部买副扑克。干嘛？有用，快去。巴班长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错了，刚才武教官狠狠地骂了我一顿，骂得我满脸是唾沫星子，不信你看，现在好像还没干呢，您就别骂我了。
我说要骂你了吗？啊，对了，我得谢谢你，谢谢您刚才替我们打了圆场。打算怎么谢我呀？请您吃火锅。啊，吃海鲜也行，不过我前两天刚把钱寄回家，现在身上的钱可能不够，我以后我改天我一定请你吃火锅，吃海鲜。我就喜欢吃咱们队的食堂。嗯，那您想让我怎么谢您？非要谢我？非谢不可。那我可开口了。您说。我们都是军人，那就用军人的方式来谢。蒋小云，到。原地1000个俯卧撑，开始。啊，您还是骂我一顿得了。不做是吧？好，那不如这样，我教给你既不用挨骂也不用谢我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把身上的这身衣服脱掉。脱呀。巴班长，刚才我已经跟你说对不起。别跟我说对不起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你对不起是你自己，是中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称号，是你们身上的这身衣服，因为你们不配。哎，你是鲁岩吧？你好，我是崔杰。刚才在海训场，肖队长说让我看看你的情况，你的梦游症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没有梦游症。哎，我们见过。对啊，我们是见过。那天在这儿见过，你忘了？那天多亏遇见你呢。哦，谢谢你替我付的1块钱啊。好，还是这么烦。哎。兄弟，别郁闷，顶多就是再多关咱们几天紧闭而已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把你买的这副新扑克，我给它塞到香皂盒里，他们肯定发现不了。哎，关咱们3月，咱都不怕。我天天陪你打扑克，行吗？谁怕了？啊？江鱼、鲁岩，到，收拾好你们的东西，跟我走。还用您说？我早就收拾好了。那个换洗衣服、脸盆、牙膏、牙刷，牙膏我带了3支，够用半年的。怎么着，你们还想回来？我是让你们收拾好所有行李。我终于从兽营滚蛋了，可做梦也没有想到，竟然是以这样一种方式。再见了，要人命的起床哨。再见了，跑不完的武装越野。再见了，战友们的歌声。队伍黑脸和教官们来说，把我和鲁岩撵出兽营只是个无关大局的小手术，就像是一块烂掉的肉，彻底从兽营的骨头上剃掉了，连伤疤都不会留下。只是没有人会想到，被剃掉的烂肉也会觉得隐隐作痛。我好像突然后悔了，或者说，开始留恋这个让我恨、让我怕、让我讨厌的兽营了。龙叔。蒋小鱼啊，到。鲁岩，到。把你们手上的东西放下来。是是。你看着，走。
听我的命令，向后转。目标：战术训练场，跑步，走。立定，趴下，匍匐前进，快，快！张小鱼、卢岩，你们两个就真的要这样走吗？你舍得你们的战友吗？啊！别忘了，你们这样走就永远抬不起头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两个不是孬种，快点！站住！前方就是你的战友，你们怎么办？快！300个俯卧撑。哎，别喊了，你省省吧，我演什么戏？快！用力！兄弟，你看见了吧？当初他们俩是我招来的，我招他们的时候觉得他们是个好兵，我现在依然觉得他们是个好兵。我说你没用，这是原则。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就不能听听我的建议吗？真没用，他们一个游得快，一个能憋气，这是他们的特长。再给他们一个机会，游得快。会憋气有什么用啊？啊，那是天赋，不是战斗力。我说龙百川，你平时挺有原则的，怎么了？今天为了两个孬兵，你值吗？值。如果我当初再游得快一点，我再能憋一口气，303潜艇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铁子，你的亲弟弟，我的好战友，也不会牺牲。本事说，再加200个。我可以跟上面求求情，让他们留下，但是留在寿营是不可能的。他们俩属于严重违纪，留下来跟大伙没法交代。只要能留下来，去哪儿都行。去哪儿都行？你说去哪儿啊？啊？侦察大队是不可能要他们，去清闲单位？凭什么呀？美的他。他们不是喜欢梦游海训场吗？就让他们两个陪老邓和小山子看靶场吧。你觉着这就是帮他们，对吧？去海训场有意义吗？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阳光海景房啊，出门不到100米就是沙滩大海，低密度社区，啊，独门独院啊，这要是在外面，不是亿万富翁根本住不起。哈哈哈哈，太好了，哎呀，这个地方，撵我都不走。哎，啊，有人吗？我们是新来的，给我们准备饭没有啊？海鲜粥、鲍鱼啥的，别喊了，门没锁，我们自己进去吧。哟，真没人哎，那房子还挺大。嘿嘿嘿嘿嘿嘿。哎，你知道我们在这儿看场子的任务是什么吗？念。设备清洁与保养，训练人员食物供给。海滩垃圾清理。哎，你咋不念了？我觉得还挺丰富的。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，
待在这儿还不如直接开除，没有什么梦想可言。兄弟，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啊，不用演习，不用训练，不用整天出一身臭汗，等部队来这儿训练呢，咱们就伺候伺候人家，他们不来训练，咱们就伺候伺候自己，多舒坦。可你这一生都窝在这种地方，毫无意义啊。幸福和意义有关系吗，兄弟？没关系，自己弄高兴了就行。哎，你干嘛？别乱翻别人的东西。看一个人柜子里装了什么，就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先对他有个初步的了解。你也够无聊的。哎呀，哎，鲁爷，这个人爱看书，哎，不过格调不高，老看这种书，脑袋都僵了。哪天我把那个《灯火世纪》的那个报纸给他拿来看看，让他们学习学习。这都什么书？哎，那个这个人啊，东西摆得挺齐整，说明这个人生活很有规律，但是也很枯燥。那柜子里连副扑克都没有，活着还有什么乐趣？哟。呦呦呦呦呦！哎，五爷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你英文好，给我翻译翻译。2000年马尔斯国际侦察兵大赛二等奖，刘小山。啊？马尔斯国际侦察兵大赛？难道这海训场也有高人？不能吧？这要是真奖杯，早都交到队里去了。获胜者是可以复制一个奖杯作为纪念的，是吧？不对，那个巴朗啊跟我说过，这个马尔斯国际侦察兵大赛那是什么比赛？兵王之王的比赛，获奖者那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，怎么可能留在海训场呢？再说了，这要是真奖杯，那肯定得放在桌子最显眼的地方，每天早晨还得上三炷香，他怎么可能放在柜子里呢？我现在对我们这个新战友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，这就是一个迂腐，一个没有情调的人，一个顽固不化的妄想症患者。哎，我呀都能给你形容出来这个人每天干什么。嗯，白天他就看那些半懂不懂的书打发日子，到了晚上他把门关上，幻想着自己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，嘴里默默地跟着唱着国歌。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前进前进前进进。还有获奖感言呢，谢谢大家。作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，此刻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。完了，这下真坏了，我看人家回来怎么扒你的皮。不能吧，那又不是真的。据我所知，按照你刚才分析的人物性格来说，此人报复心极强。啊？哎，不是啊，鲁爷，鲁爷，这咋整啊？哎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毁尸灭迹，你脑子被驴踢坏了吧？这样的馊主意你都想得出来？那个宿舍又没有摄像头，咱俩不说，谁知道是咱俩干的？再说了，我把它扔得分散一点，让那个刘小山找不着。你这是碎尸！干什么呢你们？啊？干嘛？哎，山子，你输了啊！这回可是你先动的，人体抗高温的训练
我赢了，就赢一万回，能顶得上我那座奖杯吗？我就是那个叫刘小山的啊，小心的小，山炮的山。为什么都有奖杯？我们没有偷。对呀、啊，我们看见宿舍里没人，我们就进去了。我们那个进了宿舍一看，满地都是碎片，我就以为是垃圾呢，我就把它收起来。闭嘴！我知道你。你不就是那个举白旗的叫什么小鱼的吗？正是在下。哎，你梦游症，这次又是梦游进的宿舍啊？别跟我这儿演，这套在我这儿不好用，海巡厂一个警卫排呢。哎，山子，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们，今天警卫排的战士们都到山上拉练去了。我不管，怎么给我扔下去的，怎么一块块给我捞上啊，少一块都不行。这回你们可闯祸了。咋整？你说呢？捞。直到闯了祸，我和鲁岩才知道，我们来的这个地方被称为海训场。到海训场的头一天，我和鲁岩干的就是在冰冷的海水里寻找被我摔碎了的奖杯，直到深夜。大侠，平手。李月英，比就比。谁先到了？好像是老邓先到了。我赢了。不可能。也有可能是您先到的。哎，到底谁先到的？我没看清楚，说实话，要不你们再跑一次得了。来换个项目，劈砖。行，就劈砖。预备，开始。又平了，那个两位大师，你们俩还想比点什么？开始。又平了，还比什么？随便。预备，开始。又是平手，
那个，你们俩还想比啥？要不咱们先开饭得了，不分胜负，谁也不许吃饭。训练场，李正安。都听我的啊！你们俩，谁先越过那个战术网，谁算赢。我在终点等你们，你们俩等我哨啊！走。准备好了吗？听我的哨子啊！预备！胜负已定，准备开饭吧。搞什么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肯定是时间长了绳子糟了，这是天意啊。老邓，这个比赛不公平。不公平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愿赌服输啊！鲁岩，明儿一早咱们就开练。是。山子，不好意思了，你还得继续当你的光杆司令。不过呢，你要想带兵过瘾呀，你身后还有一个呢。你过来。走。你带徒弟，我也带徒弟。我带个孬兵也能赢你的鲁岩。哎，这里边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呢？你们不是张鲁岩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让你说话了吗？你不是管我叫师傅吗？我就成全你。从现在开始起，你就是我的兵。明天就开练。好，山子，咱们俩在这海训场较了这么多年的劲，这胜负啊一直不分个高下。这回咱们看看谁带出来的兵更牛。行，要比就好好比。你说吧，比什么？先分队，好。那我和鲁岩就用我当年在马尔斯的绰号“铁血队”，我们叫硬骨头队。我骨头不硬。你说什么？你瞪眼，我骨头也不硬。训练情况，你的。第一天。仰卧起坐600，俯卧撑600，引体向上600，40公里越野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师傅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你去个零我也做不了啊。人少啊？这还少？这只是地上训练项目，明天给你安排水下项目，跟射击训练。啊，师傅啊。我比窦娥他老人家都冤，你说你们俩打赌拿我撒什么气啊？你看看你个死样子，脸对得跟坨烂海带似的。从今天开始起，我就是你的队长，你就是我硬骨头队的班，知道我们为什么叫硬骨头队吗？肉都让人家吃了，剩下没人要的骨头都跑你这儿来了呗。你又知道了，给我站着，给我站着。因为我的队，无论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、身处任何环境，无论是打突围还是守阵地，
都是对手啃不动的一块硬骨头。从今天开始起，你就要给我做那块硬骨头。师傅，您看我这一身骨头哪块最硬，让他们啃。好，我就看看你身上206块骨头哪块最硬。哎呀，师傅！先来个5公里越野跑，热热身。是，山子，那就麻烦你们把早饭做好了。做什么早饭？我们班忙着训练呢。小玉，到8公里。啊！五人下蹲100个，比他多100。小玉。山子。何必呢？这铁棒能磨成绣花针，这木棒啊，磨到头它也就是个牙签儿。材料不同，你再努力它也没用。是磨出根牙签儿，我也给你扎出血。蒋小鱼，不管他做多少个，都比他多100。是。钱不拉哥，吃饭吃不下。老邓，好久没拉客了，我哥。饭钱不好了嗓子，吃不好饭。没问题，奉陪到底。五言，军中之军，预备。是。师傅，我跑调。唱。军中之军，军中之军，军中之军，我们是祖国的热血，我们是祖国的热血。冲锋号角吹响，又狼狗，我饿得不行了，再不吃饭我这胆汁就吐出来了。我也没吃饭，不拉哥，别吃饭。背水攻坚，势不可挡，势不可挡。海军陆战队，你扎起，没有向前方。爷，你一点都不跑调，我爱听。走，吃饭去。我回来，什么时候唱出力度，什么时候给我吃饭。是。军中之军，正。军中之军，钢中之钢，我们是祖国的热血儿郎。尖刀把主枪，炮弹压上膛。大少。山子，我劝你啊，还是打住。就蒋小鱼那细胳膊细腿的，让你这么练下去，非得练出毛病不？胳膊折了得接上，皮开了得缝上。你说你这是跟我较真呢，还是跟自己较真呢？啊？你又不是看不出来，蒋小鱼跟鲁岩不一样，他除了憋气时间长点，他连个普通的侦察兵水平都达不到。老邓，把普通变成不普通，那是本事。老大，一会儿回去咱们开个小会，定一下流动红旗的评选方案，求证，做咱们的奖励措施。行了，不用那么麻烦了，你自己决定吧。反正甭管怎么定，这旗子都得挂在我的床头上。得了，我先回去给墙上跳个钉子。五爷，做完100俯卧撑给我打靶去。是。90。91。92。啊，师傅，我错了。怎么错了？你吞烂海带？我偷奸耍滑了。我，哎呀，
我对不起人民，对不起党。师傅，你松开我们。师傅，是什么？这是流动红旗啊，我要它挂在我的床头。是，坐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哎，累死我。张宇，你给我起来！三枪都打不中我十环，好意思睡觉吗？师傅，我实在是累得起不来了，要不你把我当靶子，给我一梭子，让我踏实的睡得了。行，你就是死，你得把红旗给我拿回来再死。你怎么就跟我死磕上了？我上辈子欠你的。你上辈子不欠我的，你这辈子欠我的。谁让你把我的奖杯打碎了？就这，就够你小子还一辈子了。不管你愿不愿意，这辈子我跟你死磕到底。嘿，不就是侦察兵大赛二等奖吗？有什么呀？回头我还你个一等奖的奖杯。什么？就你？你给我拿个国际大忽悠一等奖还差不多。今天不打及格，不准睡觉。要不明天你接着给我捡垃圾去。捡垃圾就捡垃圾。你这坨烂海带！跟刘小山的魔鬼训练比起来，我更喜欢捡垃圾。捡着捡着，我觉得自己就是这片沙滩上的垃圾。可问题是，谁会把我捡起来呢？鲁岩说我是破罐子破摔，我说破罐子真能破摔就好了，自尊心当真摔成八瓣，一片一片躺在地上，那才彻底踏实。老天爷呀，你咋天天让我捡垃圾呀？我不是那命，我这儿长着南斗六星呢。我跟龙队上就行了，你们三个找个地儿歇着去吧。我们哪儿都不去，就在这儿等您。对，放心，没人敢欺负你们班长。走吧。陈冲，拿旗子走。好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别说了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又变装了啊？帅了，爽啊！一直都很帅。你们几个，谁让你们停下来的？跟上队伍，继续前进，快！江总，我走了啊！快点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两个逃兵和一个闹兵。还好意思拿面旗子到寿营来吆喝？你再说一遍，秃子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走吧，还得上战术训练课呢。哼！今天新兵中队上战术，你们三个有兴趣去学习学习吗？对不起，我们还有事情要办。去，当然要去。八班长这么有诚意，我们也去开开眼界，长长见识。走吧。哎呀，鸿门宴，小心上当。傻子都能听出来这是个套，咱们什么时候都能认怂，
这个时候不行。别忘了，班长还在楼上汇报呢。咱们得把这口气争回来。那咋整啊？啥咋整？用你们东北话说，咱嘚瑟去。走。说了，你们三个光看不练也没什么意思。比试比试，你说比啥？那就三对三 CQB 对抗吧。好，下一组。这样，阿甘他们攻，你们守，限时半个小时。赢了，水果饮料你们随便搬；输了，把海军厂的旗子给我留下。哎，啥叫 CQB 啊 ？CQB， Close Quarter Battle。室内近距离格斗，哦，怎么，怂了？比就比，怕你咋的？你们两个呢？怎么，怕输了回去跟你们教练没法交代啊？我从来不会写“怕输”两个字。那个，既然向排长、巴班长想玩，那我们得奉陪，都是自家兄弟，输了也不丢人，对吧？这是啊！他们一定会使阴谋诡计，大家小心！哎，来个这个尝尝吧！好枪法！看来他们三个在海军厂没白练啊！是啊，还挺厉害的。鲁岩、张冲，跟我上楼。能量，掩护。啊！来来，咱俩一人扔一个，看他打哪个。闪到了，冲！
三人够狡猾的。我先上，注意隐蔽。哎，什么情况？知道里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收拾这三个家伙，结果还有什么悬念吗？我带出来的兵是绝对不会输的。范班长，你带出来的兵会输吗？看结果吧。看结果吧。蒋小鱼，出来！别藏着了，你的尾巴都露出来了，出来！蒋小鱼，出来！再不出来，我开枪了啊！蒋小鱼，阿甘，投降吧。教你一句话，啥话呀？兵怂怂一个，兵怂怂一个，将怂他怂一窝，将怂。哎，老于，将怂怂啥来的？怂一窝。哦，怂一窝呀。八郎，到，带领队伍继续训练。教练 CQB 是。这群没用的东西，全体打营，向右转，炮步走。蒋小鱼、张冲、鲁岩各有各的优点，都是难得的好材料，不能让他们在海训场就这么耽误下去。龙队，你可一定要给他们机会啊！你以为我闲着没事儿，把三个臭小子塞给你们世外高人啊？啊？你的意思啊，我和山子一开始就猜到了，就是没想到老柳会牺牲啊。至于他们三个，该打雷该下雨自然会有安排。
龙队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转业了。你为什么要转业？胡扯！谁说我要转业了？您别蒙我了，我亲耳听到你跟龙叔说的，到底为什么呀？对啊，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，回家娶媳妇生孩子，你们总不能拦着我吧？我不信。您能愿意背个处分转业吗？自己的脸脏了，我自己想罚的洗，用不着你们瞎操心。师傅，您要是转业了，我们三个人接下来的训练计划该怎么办呀？该咋办就咋办。教练，一，我们三个打心眼里舍不得你走；二，咱们海训场不能群龙无首。您这个领头的唐僧都走了，我们仨还取什么经啊？这还有小半年呢，你们啊，再选出个领头的不就得了吗？一晃就过去，老邓要是走了，咱们仨多半是废了。你们今天也看见了，那兽营那帮大牲口，你跟吃了火药似的，长进多快。要我说，趁早散伙，我收拾东西回东北。走，你现在就走，你走了，你这辈子就别想再见到乌云。咱们要想超过兽营的那帮大牲口，就得赶紧把老邓给留下来。这个世界上除了刘小山，谁还劝得动我师父？有了。把灯打开。你们三个坐吧。你们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？师父，我们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希望你能留下来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转业走吗？不是说要回去娶媳妇吗？那是骗你们的。我父亲走得早，家里就剩老妈一个人了，今年都快七十了。教练，您要回家照顾老娘，我们不能拦，可是您得把真本事交给我们，咱们海巡厂的金字招牌不能砸在我们几个手里。嗯，好，只要你们敢玩命练，我就敢玩命教。以后再碰上兽营那帮小子，咱们见一个灭一个。好，两分钟了啊！我底子差，能做六十个我已经很满意了。师傅，乌云，你怎么来了？周末休息，我过来看看你们，以后可能就来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从下周开始，我就要去兽营参加训练了。你要上哪儿啊？兽营。他们说从来没有一个女兵能够完成兽营的训练，我不信。我就是第一个进入兽营的女兵。
龟一样，出来啊！啊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别敲了，别敲了，你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我问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张冲不给你开门吗？为什么呀？你不能跟他提寿营，他跟我们不一样，他心里一直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儿。我跟鲁岩是从寿营里跑出来的，他是被撵出来的，你明白了吧？张冲，你比个娘们还小气！等着，等我拿到火蓝匕首，我气死你！人走了，他刚才说，等他拿到火蓝匕首，气死你！滚犊子！脾气这么暴！张冲同志，啊，我必须严肃地批评你。咋的了？今天乌云走，你不但没有送，还骂我滚犊子，还一下子啪把窗户关上，差点没砸着我鼻子。虽然你很没有礼貌，但是我不跟你一般计较，因为我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江小鱼，你别胡说八道。我做的还不够吗？我哟，挺热闹啊！哎，教练回来了，聊什么呢？哎，我们没聊什么。刚接到电话，吕布叫我去谈转业的事，可能得离开海训场一天。明天你们自己安排一下训练科目，但是你们一定要注意休息和饮食。是。是同志们啊，老邓要转业了，咱们拦不住，但是不能让他这么憋屈的走，起码得把他身上的处分拿掉。你这说的容易，咋拿呀？时间肯定是来不及了，处分是吕布批的，你要拿掉需要走一系列的申请和批复，光流程都得走上半年。你们信不信？咱有办法。嘿嘿。几个意思啊？那个，好些日子没见着您了，想您了，过来看看您。是，必须得来看看。少忽悠，你们几个臭小子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什么事儿？说吧。能不能不让我师父转业？他是个好兵，好教练，我们仨需要他，咱们部队也需要这样的好兵，不能让他就这么转业回家去种地了。瞎说，谁告诉你他回家种地了？张警官，师傅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给他联系了海关缉私局了，脱了军装穿警服，待遇比现在还好。教练，对不起，今天给您丢人了。谁说丢人了？能有你们这样的兵，我觉得我这个教练比谁都有面子。你们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那些战友，真的要谢谢你们。师父，要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们，要不是你和柳教练。
我们三个人这身劲装，恐怕早已脱下。客气的话，咱们都不说了。我相信，我和山子没有看错人。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，教练。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，要做，就做最好的侦察兵。不仅得做最好的，而且必须得做嗷嗷好的。走，训练去。